蜻蜓像柔柔月光，你的心情像静静高山，你用青春做成衣裳披我身上，你说等一脸皱纹再来回想，近前吼，你上下班拢足正常个啦。啊是安怎最近吼，拢转来较晚，你咧无影响？最近公司有真侪代志，爱无闲啦。啊，有时阵我搁爱去进修，啊无进修时阵哦，我搁爱去找。阿伯我吼嘛是查甫人啦。有啥物代志也是烦恼吼，私底下找我参详，我袂甲随真讲。哦，多谢阿伯好意啊。啊，不过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烦恼啦，我无爱将家己的代志讲予人知啦。啊，你规工吼吹念啥？毋是讲啥物，大家爱互相斗相共。有啥物代志吼，一个人的头壳吼。绝对袂比两个人读较好用啦！讲出来，大家斗参详。我了解阿伯意思啦。好，那安尼我就直接问你，听阿水即嘛讲吼，你迄天伫苹果室佮一个查囡仔咧有讲有笑吼，迄个查囡仔谁啊？卤菜来了，面马上到哦。你咧想啥？讲啊！阿伯，我着老实甲伊讲，伊是一个李长的查某囝，我拜托伊哦，替我找厝啦。我希望哦，真紧着一间属于我甲瑞珍家己的厝，以后供家己的囡仔啦。阿伯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好好照顾瑞珍，让伊幸福快乐，绝对袂让伊吃苦的。哎，你真正是大家心目中迄个大心的呢。我吼无看唔着人，你吼赞啦，嘿嘿，记得，来，食物件，食物件。阿伯。您是不是误会我啥？哦，对啦，啊，不过吼，迄无重要啊啦。啊，拄只你讲吼，买厝这项代志吼，买厝好啊，啊，不过买厝是大代志呢。啊，你拍算买贷款偌济啊？即摆吼，贷款的利息真高啊，所以我无拍算买贷款啊。啊，不过吼，我会拍拼欠钱，做一边啊六万。哦，迄是一笔大钱呢。是啊，啊，不过。为着我跟瑞珍的未来，我是希望哦，卖有债务较好啦。安尼啦，为着你跟瑞珍的未来吼，我甲你斗出卦啦。袂用的啦，
卡输我连家己买出来，你都无，哪里要怎保证瑞正后半世人的生活？水晶啊，瑞正，莫甲叫啦，无啦，我毋是我即声，无想要再看到你啊。水晶啊，你爸，你是阿在讲话？你即摆敢会感觉？啊，这是好代志，毋是。我遐，我是无要转去啊啦。刘伯伯好。瑞正，阿伯，阿即摆要安怎？啊，袂安怎？紧提起啊！哦，哎，哎，去甲解水哈！啊，这么两碗面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老刘，坐着啦，你一碗我一碗啊，怎么办？对哦，来来来，哎呦，我们好久没有一起用这个面了哦。瑞正，瑞正，你听我解水，你误会我啦。冇啥物好解水啦。我这样做代志就是安尼啦，代志还未有一个结果进程哦，我拢未讲啦，嘛可能因为这个原因，才会让你误会我，是嘞啦。我才无误会你嘞，你家己做啥物，你心内有数啦。那真正无啥物，谁哪去阿达阿哥做来替你稳瞒？你明明就心内有鬼。瑞珍，真正无啥，你真正误会我啦。误会啥物？那恁冰果室的查囡是啥？伊是啥无重要，好不好？那也无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拜托伊替我找咱未来的厝。你是认真听我讲，好不好？也不过你家的迄间厝价钱有真正淡薄仔悬呐，你敢无要考虑金白金啊？袂用的啦，买厝是一世人的代志，若无买到我家的吼，就算价钱够俗，我嘛不爱。好啦，那呢，我再看厝主伊有要落价无？嗯，其实哦，买厝需要靠缘分啊，可能即马时机还未到。啊，不过哦，我还是真多谢你甲我斗相共。你有你的坚持啦，也不过你真正是足难得的好查甫人呢。你的女朋友会当嫁予你，真正是足幸福的呢。祝福你早日成家哦！多谢你的祝福。紧张。我一直是以结婚为目标来跟你交往。我希望未来的路，咱两个人会当做伙行。我真正无想要看你上班，我上班遐尼辛苦。所以我才想讲，要买一间属于咱两个人的厝。你哪都无甲我讲。我本来想讲哦，等代志有一个好结果才甲你讲，想袂到煞等到造成这么大的误会。我嘛是希望哦，我买的这间厝会当予咱住一世人。所以各方面的条件，我要考虑的因素真多。这段时间我嘛看过真多厝，有一间我真喜欢，啊不过以我目前的能力，我阁买袂起。瑞珍，请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就抓，以后不管什么代志，我拢会先甲你讲，甲你参详，好不好？是的啦，是的啦。两个人做伙，上重要就是信任。啊，不过我煞无甲代志问好清楚，就对你发脾气，是我无够信任你，是我唔对，是的啦。无无无，是我唔对，是我无事先甲你讲啦，是的啦。唔是啦，是我唔好啦。是我唔好啦，是的啦。啊！你安怎？真痛。拍死拍死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拍死啦！哇，你莫阁生气好无？看者，还有静起来呢。啊，恁遮还袂困哦？系啊，阮功课才写了尔。哦，好啦，啊，等下写了紧去困，哦，我先出。哎，哥。
足久无转来啊，哎，坐来坐来开讲啦。有啦，我要出来办一下代志吼。哥，我想了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就是啊，最近一出电影足好看的，啊，我想要招朋友做伙去看，顺便坐只西门町食只冰嘞。你敢有方便赞助我一寡钱？嘿啊哥，迄出电影我嘛足想要看的呢，而且阮学校阁有参考书要买，你嘛赞助我一寡啦。哦，好啦，这。这钱，你是摕去哦。多谢哥。啊，若无够，等下找妈摕。好，我先出。哦。多谢哥。奇怪，我头仔看过那袋内底，敢若干几十块尔。嘿啊，哥毋是咧做生意吗？哪会这样呢？哎，啊恁两个哪在开讲啊？唔好好读册。无，阮功课拄写了尔。啊，安尼哦，啊无恁他们都有干啥咧讲话？哥啊。哦，毋是跟恁爸爸。哦。啊好啦，你写好啊吼，今日洗身躯我困啊啦。哦，好。明仔日先去了。嗯，好。我回来。哎呦，哦，今天回来真好吃。来啦来啦，紧讲紧讲啦，即马是啥物情形啦？哈？啥物情形哦？哎呀，即马吼，代志大条啊啦。代志大条啊？是啊，这若无讲清楚吼，代志真正大条啊。敢真正像电影在播的电视片安尼？啊？你是包青天看伤济哦？啥物电视片啦？哎呦，你讲啥？我著讲啦，人吼就是安尼，多疑生暗鬼啦，多咧乌白想。你敢知影德源甲迄个噪音有啥物关系？我哪会知啦？啊，外口就传到足歹听呀。迄个噪音啊吼，咧卖厝。卖厝。德源吼，就是要找这个噪音啊吼卖厝。讲要予咱水晶吼有安定的生活啦，你甲看啦，要去倒找遮好的囝婿啦。哦，知影笑啊吼，迄人咧讲吼，啥物嫁予你啦，是安尼上幸福的人啦，迄是咧讲咱水晶。啊，水晶敢知影这代志？正经甲你同款啊，吼气甲要死呢，佮讲啥物，我永远不要再见到你了。啊，不过即马我时间甲算起来吼，可能解释了差不多啊。即马甲你同款啦，笑眯眯啊。我就知啦，林德源吼就阿爸讲的，大心妹。哦，安那变遮紧哈？啊，拄则毋是讲啥物单细米无钱，即马随个变大心妹。哎呦，啊人毋得讲，多疑生暗鬼。知就好。啊对啦。你不是讲公司要安排你去进修，敢是公司对你有啥物新的计划？是啊，公司哦要派去日本哦接受进修。你要去日本？是啊。参与这种代志，你不是应该先跟我讲？我有讲过啊。哪有？你当时跟我讲的。我会记之前我有跟你提起讲，公司希望我会当加参与一寡进修的机会。对，我骑脚踏车载你回来那边啊！我问你讲，你敢会支持我？你讲支持啊！啊，不过你当初你也无讲你要去日本啊！哦，月正，歹势啦，是我无讲清楚。你要去外国？三年？无啦，三个月啦。好，加再干那三个月。是讲三个月时间嘛无算短呢。瑞珍，我敢袂当写批予你。你当然嘛爱写批予我。好，我一定准备真侪批纸，一工写一张批予你。你讲的哦。
对啦，啊，你啥物时阵要出发？我等下送你去坐飞机。哦，日子阁无确定，也毋过应该真紧啊。好，两个出来坐哦。哎，啊，阁要去坐毛飞啦？无啦。啊，来，李艳明。好，谢谢，真好哩。哦。多谢你过来交关呢。对啦。啊，那方便吼，阁加介绍一款新人客过来，好不好？好。感谢呢。好，顺行哈。阿心啊。哦，曾太太哦，哇，真久无看呀嘞。是啊。啊，今晚早点，叫何妈妈。何妈妈你好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你老用来遮哈。啊，到阮查囝吼，讲要附近找客户啦。哦。我想讲你伫遮，想煞甲你看一下。哦，安尼啊，来来来，来这坐，来这坐啦。阿婶嘛，哎，啊，足久无看呢。哦，好势。哦，这恁查囝吼，啊，愈来愈水。阿婶嘛，你嘛招呼一下。有啊，来这坐啊。无啦，啊，你会用传去头前啉凉的啊，嘿啊。啊，你是要？嗯，我做工课啊。啊，这是礼貌嘛。啊，来。好啊，哎，阿头啊。头家，你会卡吧？好。头家。好，来。哎呦。好啦，咱来头前坐吼，我带你来食上好食绿豆汤，好不？行行行行。我袂灵吼，我无闲啦吼。我用这里。好，顺行顺行。哼，头家，你是想要去？你是不是要去？要去安怎？我要去讲生理。即马店面都无啥物人客啊，我去讲生理，啊，有人客你啊？切，袂用诶，互头家娘知影哦，啊，无甲恁两个死透露。是，放心啦。嗯，好。来，教你吼。好。店顾好啊。头家放心啦。嗯。咱去甲头家娘讲。莫后壁讲啦，顾店啦。起啦，进来。这间绿豆汤哦，真正足好食的呢。是啊，啊，你感谢何妈妈吼，带俺食这足好食的绿豆汤。哈哈哈！免客气啦，恁难得来吼，当然嘛要请恁食上好食的点心嘛。多谢啦。阿信啊，你来啦。啊，我有朋友伫遮呢。啊，你来，你来就对啦。啊，恁坐一下吼。什么代志啦？迄个吼，就是迄天，甲水姐因男朋友直接开讲，讲要嫁予伊，足幸福的迄个啦。伊哪里讲你嘞？是安怎？我唔知影。哦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来啦，来啦！陈太太，问一下吼，恁丈夫囝敢是替人卖厝？哎呦，啊，我唔捌甲你讲过啊，你哪知？你刚有帮一位叫林德远的啊介绍一间厝给伊。对啊。哦，你先生伊真正足高义足老实的呢，恁早嫁将来哦一定足幸福的。原来是安尼哦。你看啊，最近嘛五岁啊啦，吼。啊，大姐是搬到一出去啦。啊，你唔是讲遐嫁给伊足幸福的？啊。阿水姐嘛，伊误会啊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要讲的是讲，迄个林德远吼，是一个真故意的人。啊，若有机会吼，要甲伊斗三工，甲伊讲一个好介绍，予我迄个二十八囝水晶吼，会当顺顺利利出嫁，安尼好无？是啊，哎，何妈妈哦，是我的老朋友，你也加加何妈妈斗三工哦，知无？知啦，妈。既然是家己人哦，我一定有更加用心斗三工。何妈妈，你放心啦。给你麻烦。紧食，紧食。哎，阿心啊，我回来啊。你是走去倒位啊？嗯，我去趁钱啊。你规下晡无在店内趁钱，你走去外口趁钱，哈！我看你是走去拍牌对无？无唔对，我就是去拍牌啦。哼。
你打牌赚钱啊？我看迄输钱甲差不多嘞。这是啥？钱啊，袂认的。你倒位来这么侪钱？啊，我不是跟你讲啊，我去赚钱。这是你打牌赢的钱。是啊，这哦万五了。嘿，我今日吼手气特别好，就跟那是赌神同款。嘿嘿嘿嘿。我赢钱你阁无欢喜？我跟你讲啦。你有法度吼，赢这么侪钱吼，你嘛有法度输这么侪钱啦。哎，呸！哎呦，我手气当得好吼，啊，你还直直讲我输是安怎啦？啊，你不是直讲甲人消遣尔？啊，你拍牌拍这么大，啊，这明明是跋筊嘛。哎呦，三不五时啊，跋一个吼，输赢有啥物关系啦？大惊小怪。你以后吼，搁拍牌拍这么大哈，你再看，看我会乎你搁头上出去拍牌无？阿姨啊吼是大头家啦，迄拍牌吼拢拍足大，唔才有面子。是讲吼，伊今日开吼有够歹。唔管安怎讲啦，以后吼我就是不准你拍牌拍这么大啦，跋筊无包赢啦，你知无？我知影无包赢啦。不过吼，我一暗赢的钱吼，比咱做一个月赚的还佫较侪啦。吼，非得吼。这个钱明仔载摕去邮局寄付，输啊念，赢啊念，啊，真正是够啰嗦的，我跟你讲。哦，你实在是哦。情书的滋味已经足艰苦的，哎呦，搁等袂着，实在是真可怜呢。哎，你管哦，你是来做家暴的呢？哎，我是替你打抱不平啊。哎，打抱不平敢是安尼用的？你是有读册也无读册啊？啊，你着毋惊伊出差的时阵？实在比你搁较水、搁较温柔的日本查某囡仔。你哦，做你放心啦，林德远哦，伊才毋是这款人。啊，搁有啦，阮只是写批给对方啦，讲啥物情书。啊，林大，我你讲，我来等。哎，何瑞珍，啊，你无来食饭哦？哇，看你就气饱啦，无爱食啦。是我的啦，你抓准你足悬的哦。你拢讲我无礼貌，你才无礼貌的。林大哥，哎，今仔这晚你哪袂好困？我在等你啦。等我？是啊。什么代志哦？你看，这吼，阿元宵你也批啦。原来是客来吃哦，多谢你。瑞珍，你好不？日本这两天的天气袂歹，希望你伫台北嘛一切平安。我来到日本的每一天，拢有新的学习，学到真侪物件。我嘛常常想到进前咱斗阵的每一天。
阿桃，哎，翠青，你回来啊？系啊。刚有收到人寄来批，今仔日心情袂歹哦。当然啦、啊，而且我今仔日搁放假。哎、欸，阿公爸跟我妈嘞，你老顶哦。头家吼，搁出去甲人拍牌啊。头家娘吼，去找伊啦。我爸去拍牌哦。对啊。我来接啦。喂。哦，你稍等下哦。阿桃，你哥到底？在楼顶啦。哦。哥，你的电话。哦好。哦。喂，我是。嘿。哈？啊。好，我知。我很神啊。等我入去公司。是安怎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该来的嘛是会来。这两年来，我真靠塑胶树林。在这国际计数来讲，一直拢真稳定，嘛甲几间固定的厂商有白纸黑字签固定的计数。谁知影这届石油危机，竟然甲原油的成本两个月内底起三倍呢？头一个月本来是起一倍。我著找几个同行，找伊研究讨论。伊的意思拢是讲，再过一阵仔哦，计数就会降落来。我著计数甲伊拗落，全部拢食落来。谁知影食落来以后，我逐天目睭紧紧看这计数一直起，一直起，起到我。啊！我逐天去菜市遐买菜。我哪无感觉迄物件有较贵哈？啊，你迄啥物树冷、塑胶哪起遐济？你敢想骗去啊？我嘛迄知啦，迄甲咱平常时买只生活用品无同款啊，哪有可能讲安尼迄化气就去啦？中明迄款的吼是原料进出口无同款啊。你是骗人唔知，骗人唔捌晓？开公司投资遮个钱，迄拢是为咱的手摕出去的呢，哪会讲去就去，赔就赔啦？都毋是跋筊讲，中明啊，啊你敢是毋知影代志的真相，人骗起拢毋知。无嘛。无啦，妈，迄石油起价吼，是即摆全世界拢在面对的问题啦。只要是做国际贸易，拢会去受到影响。参像阮公司嘛共款啊，啊只是吼，阮公司进出口的业务，甲石油无遮尼直接的关系，所以影响无像过遮尼严重。啊！你之前开公司的钱，敢开完啊？啊，是的，全部拢用了，所以我即马决定，我要把公司收起来。好啦，坐啦。哥，啊！你敢有伫外口欠别人钱？无，你之前有甲我讲过，我有特别注意，所以我有做一寡避嫌的动作。你放心啦，我无欠别人钱。啊！你家己赔了了，还袂少钱呢。妈，是的。啊，做生意也无包赢的啦。我希望哦，你唔通因为这件代志失败，你就失志。
知，多谢爸。阿丹，你俩没有叫对哦，你有宽松出来啦，啊，你们后来上了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哎呦，大头家，什么风把你吹来？今天有说话声无？歹势啦，我已经不是什么大头家啊，所以今天你来，不是要向你买物件，反倒是有代志要麻烦你跟我斗相共。不要紧啦。有需要啥你就讲，那才客气。我已经把我的贸易公司收起来。啊？收起来啊？啊是真的啊假的？我嘛希望这一切拢是假的。也毋过，即马大环境真足歹的，我真要换贸易公司啊。所以我从今以后。我做代志还较保守一寡较好。你安尼讲嘛对啦，咱做生意吼，都是爱顺势啊。即马环境无好，咱较保守是对啦。所以你就是讲，爱我甲你斗三工，替你甲办公室物件处理你的。对，会当等现金就等现金，至少摕一寡现金转来。啊，请问恁敢有识识？专门来收迄二手货的人无，会当介绍给我无？对啦，你问阮头家就对啊，伊熟识足侪在收中古的呢。嘿啊，你加减买一挂哦，了较少啦。哎，恁是伫讲啥？我看恁先出去好啊啦。头家，出去是要创啊？嗯，啊要中昼啊，恁先去食饭啦，你才乌白讲话。去啦去啦，多谢头家。好啦，先退哦。你小姐姐哈。哦、我给你找电话啦。啊，有啊，就是这啦。我即马吼，就是帮你敲电话去问看卖啊。若紧话吼，无得敲，今仔就先处理好啊。多谢诶，麻烦你大哥。哎呀，免咱客气啦。你还在家哭？就没你等来啊，你啦。今仔日看我等来，啊，就有人来我公司修理手会，请因把办公桌啊、椅啊顾过一下，介绍确定以后，就叫因搬走。再也无用到即马，爸，你是会等我回来？是啊，到你办公室遐个物件去用估计了后，才有比咱店个卖一工个面条介绍较好。
当然无，至少会当补贴一寡。你敢会记得我捌问你，伫个你开公司之前，我有讲，甲这个米粉做成面条这个过程，每每甲角足多，其中任何一个所在，若是去予钉打着，这个面就会无好食。我会记。阿哥。我嘛捌甲你讲过，我袂反对你去公司，而且我会甲你斗三工。你讲，这两年来，爸爸是毋是拢有做甲到？有，我特别感受到爸爸对我的支持甲鼓励。那呢，我阁问你。之前我捌甲你讲过，开公司无包赢的。啊，不过你敢有努力做好一个头家应该做好的角色？你凭良心讲，这点你敢有做得到？爸，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头家，不过我真用心、真打拼在做我的事业。虽然讲这过程当中我判断无什么周全，也不过我真正好。安尼爸爸知影，你免阁讲啊。你捌听过一句话叫做“一枝草，一点露”无？意思就是讲吼，咱做人做事，一步一脚印，脚踏实地，啊做代志小心，要去学习着经验。在这个世界上吼，困难、失败，这是绝对有的。你吼，甲我少年的时阵吼，有够性的，做代志较冲动。啊！不过我听到你讲，你无够周全，我感觉真安慰。迄就代表讲，你有在检讨你家己。咱爸仔囝的差别吼，是伫个爸爸的运气比较比较好。我做出来面条比别人做的较受欢迎尔。无啦。爸，你不是运气好，是你真正做的面条是台北上好吃的啊！啊，白白拢是手工揉出来面条，面粉甲水分的这个比例拢差无偌济。我问你啦，啊，我的面条是比别人好吃到什么程度？坦白讲，凭良心哦。我自己并无安尼感觉，所以哦，我唔只讲哦，是我运气较好，安尼尔。今仔日换做你，若是我哦，无得靠你做诶面条，比我较搁好食。卖讲哦，买土地买厝来，可能哦，这面条店哦，你安尼一间地咧，一间安尼直直甲开咯，比我较牛嘛，无得靠。爸，我无你遐尼厉害啦。你唔通看家己无呢？其实哦，你有做生意的勇气甲头壳，真差哦，时机唔对，运气无好啦。你爱知影，有真侪代志哦，那是无天时地利甲人和。是无法度成功的。爸爸希望哦，你唔通把这边的失败看了伤重。重点就是千万唔通失志，爱拍断手骨颠倒用，知无？
开公司也好，收公司也好，这拢无要紧。这是咱人生其中一个过程尔，是要让咱学着生活的经验。开公司遐个钱哦，你甲当作是学费，互你去读硕士、博士。我希望以后你更加努力打拼，咱加油，搁较拼回来就好。爸，财宝，不想你。你头一次分开遐尼久，你敢会淡薄想伊啊？我甲你讲，吼，李子哦，我看会出来啊，你足想伊，无奈一直看伊皮啊。想伊该安怎？参像林德源这尼啊优秀的人才。工作做到这么稳定，薪水好，还可以带人去日本出差进修，以后一定会进入发展。人有个大心，是一个优秀青年呢。嘛是啦，以后我若是会当叫伊姊夫，嘛袂歹啊。好啦，我袂乱讲话啊啦。确实是袂歹啊。希望你以后马上找一个这么好的对象。我以后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，我要靠我家己啦。像大兄安尼开公司，最后嘛是收起来啊。其实不管什么工作，拢嘛有好有歹，这嘛真歹讲啊。好啦，我困啊，明仔再上班呢。你关电话。好啦。坦白讲，林德源出差的这段时间，真正让我开始思念有伊的日子，也想要常常收到伊写来的批。来买面哦、喔！买一包面，买面哦，咱的面足好食的哦。今仔日我有代志啦，连江啊，我才来啦，吼。哦，好，多谢啊。你这朋友报仇报足久啊，最近才开始受伤。当然啦，这几年久一只哦，就为了今仔一摊啦。啊，拍麻将想玩啦，我改来共奖啦。就我早就想到啦，呀。买面哦。林恩啊，卖阁话啦，去写功课，无人客啦。哦。你嘛共款啦，恁两个写功课。哎，出声。阿斯倒来咧。好，伊出去啦，安怎？行啊，拍牌啊。啊！但即卖你要看，无啥物人客吼，啊生意愈来愈歹，无收入，歹拍啦。安尼哦，阿姨啊，阿姨啊，明仔载要出国啊，我帮伊装最后一道啊。哦，阿姨啊，你要出国啊？啊，当时回来？啊，其实久个啊。莫啦，莫拍牌啊啦，安尼啦，你甲内底泡茶啦，来。哦，泡啥物茶啦？行，拍牌啦。